好，接下来进场的是玄天圣地，由慈玄堂桃园龙潭慈玄堂。我们慈玄堂呢，用这个前面的前导车尼亚卡哈来担任前导车来进场。好，我们也再请大家配合一下，我们需要一点空间，我们车辆需要一点空间，请大家来让一让。在此也跟各位来介绍龙潭慈玄宫。龙潭慈玄宫主神是北极玄天上帝，在今天农历正月十五的日子来庆赞龙潭龙元宫元宵的绕境。我们慈玄宫来赞助绕境的阵头，有五龙三太子以及金桃设计坊的坤将手以及五将，在轿子上面由慈玄堂玄天上帝一同共同的来参与此次的活动啊。那我们也有请慈玄堂我们的龙队也进入到现场，各位乡亲朋友们，我们让一让一些的位置，让我们的表演单位能够有空间。是的，我们现场的各位乡亲好朋友们，不要忘了您的掌声。是由我们龙潭慈玄堂所赞进的阵头五龙，在龙潭的慈玄堂已经在龙潭地区有19年的时间啊，明年也是我们的慈玄堂二十周年的庆典啊，我们的公庆，欢迎我们大家有时间，我们可以来参加到龙潭慈玄堂的20周年庆典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。可以看到我们的龙队非常的精湛的表演。气势磅礴的音乐当中，给我们的慈玄堂一个热烈的掌声。这次龙潭慈玄堂来恭祝，我们由我们的龙队来恭祝龙元宫香火鼎盛。好，即将要来进到龙元宫庙城广场前是三太子